一直钟情于古物的林渔芳医生，在父亲林秋江以及母亲陈淑慧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，于是有了秋慧文库。这里啊，乍看之下真的会以为只是一间古董店而已，旧的家具啦、文物啦、裁缝机还有告示牌等等，到处都充满了浓浓的古意。不过具体的来说，这里也是一间茶坊。从在日本留学时代呢，就很喜欢搜集古物的林渔芳，想将自己搜集的古物、古画等等的文物全部都拿出来，放到店里头，和大家一边的喝茶，一边享受历史的回甘。